欢迎回到电竞青年台湾 Open， 马上就要展开我们前四强的第二场比赛，电力上 Pass。那回顾呢，我们刚刚有聊到，就是前三季两个人对战次数真的是不多，来到最后一季的时候呢，在季后赛双方也是登场了。Pass 表示我今天一定会，哎呀，这个放光炮，放光炮，对，要更小心一点。在这里呢，刚好昨天我们有打赌Haas会不会放光炮呢？但是他昨天有放哦。哦，这样的话，我们的 BB 子是不是就要以我们的兔女郎中，在下一季播报的时候来跟所有的观众朋友见面了？好，在这里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玩家，他们是别出心裁，花尽他们的心思，做了很多。